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今天我们到很久没来的扭蛋猎人。刚进去看，发现它又多了很多东西了，而且人又超多的。对，就是平日下午哎，人那么多。到2021年，大家喜欢玩玩具是不是？很好，我们去转扭蛋。好。我想要黑色的，这个钟是 OK 响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它是真的是那种日本那种咚那种音吗？对啊，要过年了，当然应景一下。要敲108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想要黑色，可是它直接就看得到，不是黑色的。你不要想要挑战胶带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很经典的传统那种寺庙颜色，哎、欸，是金色、欸。对啊，金色啊！哇，好吉利，我的妈呀、啊！很吉利，你能赚大钱哎、欸。不好说啊，不要赔进去好了。我也想听到声音。啊，电子的哎，你要用这个敲。再一次。我不知道怎么用的。你要用上面这个敲它。真的吗？对。不是啊，我刚是怎么用的？哦，它移动。哦。哎，不错哎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！可是我忘记怎么弄它了。哦，可以，这声音可以。对啊，这是很赞哎。下一个。你们要扭那种奇怪的东西，你又不会用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扭这种东西吗？这种教育意义的东西。你讲过这句话，你知道嗎真的吗？讲过了。可是我只有拿个甲虫跟那个少少讲说这个是甲虫。他还可以吗？他把甲虫摔断了。你告诉那个、啊。我当然是要这个啊，就是喜欢这种主角的啊。喜欢在手，然后就刚好就是直接就是中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它真的会很大只，真不得不说，哎，今年刚开始，我的运好像开始在起飞。你刚刚顶风顶到爆啊！没关系，这样子感觉我头会更油，哎，真的很赞哎，这我儿子应该超喜欢的。我要先讲一下，像这种脚软的啊，你就回去拿吹风机吹一下，固定就好了。这边是球形关节，所以它是全可动，然后翅膀也是球形关节，也是可动。这个很屌哎、欸，很屌啊！他如果今天是海洋躺的，就会更屌。可是他不是海洋躺，还是不错啦。对啊，就是多少钱啊？几百块。可以啦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说顶光顶到爆，国外顶很美，你看。这个猫就是我之前就有很多用转这种猫的、啊，然后它都是真的是好吃的，它是春夏秋冬四季可以放筷子的东西。春就是樱花，然后夏就是这个什么叫粽叶哦，然后秋就是那个枫叶，冬就是雪。我想要春樱花跟那个雪。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其实我都喜欢哎、欸。不行，那选一个。那樱花好了。好。而且它100块，100块，它是真的是陶瓷，我们之前有扭过很多次，它其他的那个类似的。夏天，粽叶，我说我要春或冬，你看它真的很精致，你看，哇靠，哎，它可以拿来放筷子耶！我刚你其实没听我讲话，它是可以放筷子的。哎，我发现我来扭蛋猎人这边，我的那个都听不太清楚在讲。你听力会降低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很多嘎嘎嘎的声音。这个是真的很，这个真的很棒 ，CP 值很高啊。对啊，几百块，下一个。哎、欸，刚刚我也有看到这个，你想要哪一个？真子的这一个录影带。哎、欸，对，要录影带，我觉得录影带很酷。我想说，录影带可以放那个真哥的手上。哦，塞得进去吗？塞得进去吧。80块。对啊。看你放好大一颗啊。它感觉是小颗的哎，这个。你是录影带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不太是。哦。是从电视爬出来的，这是最经典的。你刚刚没有很开心，我想要录影带。我超想要录影带的啊！哦，它是磁吸的。磁吸有什么讲？哎，很赞哎！哎，很赞哎！差一点掉到里面去，还不错啊。可以啦，等下再考虑要不要转录影带。对啊，还不错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哎、欸，它很可爱，它是软软，然后它是团子，大家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团子了。我想要兔兔团子或是刺刺团子。刺刺团子就刺猬，很可爱，100块，要很大哦。我在店都很想问你，你怎么那么多软软？那些软软做花还是？都被我捏爆啊，捏爆就丢掉啦、啊。
我是真的把它捏爆了，然后有些被卡卡咬爆，因为卡卡会觉得它软软的很好吃。哎、欸，是猫猫团子，但是它不是软软，它是塑胶，它这是硬硬。可是其实很可爱，是蛮可爱的。可是其实它不是我要软软，它是硬的那一种，它里面是中空的，然后胶这样子。啊，没关系。我要走了，下一个。小鹿生物的，然后它我不知道它是夜光还是发光哎、欸，然后它是发光吧，就是可以防车撞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要防车撞比较难一点，你可能要买一个那种交通的很大的那种菜的包包上。这个就是可爱的，然后它装的光是很柔和的那种光，100块。我要恐龙的，因为小鹿生物我最喜欢就是恐龙。恐龙，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名字啊，我就叫它恐龙。它壳的颜色这么鲜明的话，我觉得 ，Oh my god， 就是壳的颜色。猪排哎、欸，中间那个阿菊比较没有特色的样子。对，那我开关那一颗。来，我看，哇、哦，很亮哎、欸哦，很亮，就是不会被车撞吗？就可以防车撞。那倒无法对焦，我靠。蓝色一定超好看。哇，很赞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很亮，超亮的，这可以防车撞，真的。这100块这可以耶，各位。它虽然是柔和光，但是它很亮，它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它是我们今天转的唯一一个还不错的。没有，我今天转的都很不错，真实那个也不错啊。对啊，真实那个也要不要上诉？不要，我们上诉。好，那你刚不错，看到什么喝完？对，让我抽这个。哪一个？耶，布布的。这个。是为了停抽吧？我有买一只大只的，所以我想抽一只小只的一样的给他。那可是几率有点低，不过。你大只是哪一个？登山客吗？应该是这个吧，可是姿势不太一样啊。可是可以抽一支给他。好，那你抽啊。我抽。我要再讲一次这个。怎样？这个真的很可爱。这是我上次之前抽的吗？对啊，我抽它啊，是超喜欢的，直接摆在我的电脑桌上，它真的超可爱的。放你电脑桌上。对啊，你知道这种东西要到我电脑桌上是很难的。好。来抽吧，布布。你要直接拿第一盒是不是？里面要挑的。你不用挑了，因为身上盒也没得挑的。先说我们是为了拍片，有跟店长结。对，不然通常一定要先结账。先结账才能拿，才能拍哦。没错，我们不要看卡片，这样比较刺激。对，不看卡片。想要登山。滑雪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它有地牌，滑雪很可爱耶。好可爱哦、喔！350，可以耶。好可爱，看到小背包，嗯，然后还有斧头，看到？有。啊，细节。对啊，不错不错。满意吗？满意，我觉得我们今天非常的棒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扭蛋猎人，很久违的来这边，我发现它这边东西越来越多，哎，多到一个。一直在更新，会不会下次就要迁店了？我怕老板可能再过没多久，今年可能就要搬家了，真的太多了。那希望的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。拜。